后呢，在这个网上的话是比较火热的啊。然后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都在询问，像这种产品的话呢，如何用 UG 的建模去完成它？其实它的整个绘制过程的话呢，是特别的简单的啊。那么今天的话呢，到时候我就为大家录制一个啊，我们关于 这个 KN95 口罩的这个制作的一个方法啊，也是希望的话呢，通过这个视频的话呢，让大家知道 UG 软件的话呢，其实在建模的 CAD 模块中间是特别的强大的啊。首先的话呢，这是一个绘制好的产品啊。那么我也是实时的在网上的话呢，是找到一个跟这个口罩比较对应的一个图纸啊，就这样一个图纸啊。大家如果说在网上去搜索的话呢，应该也是能够搜索到相应的一些目标图纸的。那么针对这个图纸的话呢，首先可以看到的话呢，这是有两幅视图的啊。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完成之后的一个刀模的图纸和针对刀模平面一个展开图。所以想去完成这个产品的话呢，是必须拥有这两幅视图的。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整个产品的这种展开图的话呢，是我们需要在 UG 软件中间先把它绘制出来的。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我是帮大家绘制完成的省略大家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刀模中间它我们所需要拥有的两个尺寸，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总共的一个宽度啊，总共的这个宽度的话是180的一个这样的圆柱，然后呢，圆柱的基础曲面的话呢是76.5的一个距离，这是圆柱的一个内径。外径的话呢，它的整个刀模的距离的话呢是80.5的距离，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整个产品的底面做好之后，突出的高度距离是多少？是2毫米啊，80.5的距离刚好是2毫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做好展平图纸之后，整个针对某一个削切的这种刀具的这个横截面的话呢，它的拉伸高度也是2毫米。OK， 分析完这一点之后的话呢，咱们再回到案例中间。这边的话呢，我是直接为大家绘制好了咱们的平面的视图。下面的话呢，这样一个一半的视图的话呢，我们就开始尝试下针对刀模图纸进行这样一个建模。首先的话呢，我们针对于说这些可以被创建的区域的话呢，进行简易的拉伸啊，拉伸出来。OK， 选择我们的拉伸命令，快捷的是将所有的形状，包括这些形状、外围的形状、里面的形状，包括 KN95 的这个标识形状和所有的形状的话呢，都把它做成一个2毫米的高度。选择拉伸的命令啊，这边的话呢，我们选择相连曲线，包括以打断的方式的话呢，去拉伸这些趋势啊。这个高度的话呢，就是我们所去做的2毫米的高度啊，高度的话是2毫米。OK， 那么其他的数据的话呢，全都用相应的方式做就可以了啊。我们选择这个曲线的形态，框选出关键的数据啊，做就可以了。OK， 这2毫米的话呢，咱们也去拉伸完成了啊。把拉伸对象的话呢，适当的隐藏一下啊。然后呢，下段这个距离也是一样的啊，咱们也是拉伸一下啊，2毫米的距离啊。那么对于这个形状的拉伸距离的话呢，就稍微注意一下了，我们会拉伸的稍微缓慢一些啊。我们适当的话进行拉伸。那么这边的话呢，为了拉伸这个结果稍微快速一些的话呢，我们会选择将预览的话给它稍微关闭一下。针对所有的目标对象，除了我们能够进行单选之外，也是能够进行框选的。首先第一步的话呢，我们是直接框选出所有的这个方形对象。OK， 检查一下这个方形对象的话呢，是否完全的框住了啊？如果说在框选过程中间的话，有一些不必要的选项的话呢，我们可以按住 Shift 的话呢，移除这个相应的选项就可以了。OK， 这拉伸的高度的话呢，仍然是2毫米的拉伸高度。我们选择确定的话呢，就能够将外部的整个刀模中间针对平面的话呢，2毫米就全部的构建完成了。啊，那么下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比较关键的地方了啊！希望所有同学的话呢，认真的听好整个课程。第一个的话呢，你要知道我们是如何成型出这样一个刀模的模具形态的。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成型这样一个平面图纸，然后呢卷成，生成的话呢，咱们这一半的平面图，然后呢卷成我们这个圆柱形态。其实通过刚才这个描绘的方法的话呢，我们去构建它的湿度的话，已经是基本的做好了，基本的生成了。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先去构建一下我们整个180度的宽度的形状啊。我们说它的整个底边距离的话是 76.5 的距离，那么我们选择拉伸，将底边这个形状的话呢啊，整个直线的边界啊，拉伸出一个我们的半径的一个拉伸宽度是多少呢？首先的话呢，拉伸距离设置成我们 76.5 乘以多少啊？ 76.5 啊，除以2啊，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半径。
那么周长的距离的话呢，是我们的派 r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r 派 r， 对吧？我们一半的话呢就是派 r。那么如何在 UG 中间表示派呢？我们可以选择乘以我们的 PI 啊 ，PI 的话呢就是 UG 中间准确票的啊一个派的表达。OK， 选择确定之后，哎，注意拉伸方向啊，这个方向的话呢，我们选择 X 轴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我们所去生成的这个边界形态啊，注意啊，这边的话还有一个点没讲到啊，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呢，它是一个啊消切之后的话呢是一个斜边的距离啊，那么我们要去把这个边界啊，注意一下，这个边界的话呢，通过我们的一个啊拔模的方式的话呢，生成这个斜边，我非常快速的去完成这个斜边的制作啊，因为啊不单单是有直边，它其实是有斜边的。那么我们如果在工作中间碰到这个刀模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边界的话呢是要拔模的啊，因为拔模边界的话呢，你要尝试要去把这个拔模边界做好。那么这边的话呢，咱们尝试做好了这个边界形态了啊。与此同时的话呢，拉伸的距离特别的重要，是 76.2 的距离啊， 76.5 除以2，那么这是我们的半径，然后呢乘以一个我们的派的值。OK， 这个距离拉伸好了。那么这是我们的整个平行平面。那么圆柱平面怎么构建呢？首先的话呢，咱们起始点做成一致啊，为了去非常好的做好我们的圆柱平面的话呢，我们通过回旋的命令去做。回旋体的话呢，仍然选择这个边界，然后呢，它的轴径方向设置为 Y 轴，距离呢？需要注意一下啊，具体我怎么输入呢？是 76.5 除以2的一个命令，并且的话呢是 Z 轴的负方向，负 76.5 除以2的命令。点击确定之后的话呢，这个半圆形的形态的话就构建完成了。其实做成这样的话呢，其实 有些同学的话呢都应该能够想到了啊，老师是不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曲变的方式将平面的形态变形成圆柱形态？非常非常的正确啊！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命令啊 ，UG 中间的话呢是能够去将一些形态的话呢，通过一些趋势变形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我们通过编辑选择小平面体啊，不是啊，选择曲面啊，找到我们的一个命令叫做整体变形，在这里，整体变形中间的话呢，我们所运用的这个变形方式的话呢是根据曲面来变形啊，根据曲面的变形。那么刷新一下命令之后，我们重新选择根据曲面的变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呢需要去通过我们的平面。变形成我们的圆弧的一个半径的面。首先的话呢，第一个上边的实体形态的话呢，全都是我们要变形的形态，对吧？我们选择一个全部的上面的面吧，框选一下。注意这个底面的话也会选上去，我们把这个底面的面的话给它稍微移除一下，这是我们整体的面。与此同时的话呢，再选择我们的基本面，圆柱面是基本面，而我们下面的这个翻转平面啊，控制面的话呢是这个平面。OK， 选择完之后的话呢，直接我们通过预览的方式可以看一下啊。那么预览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形态就能够去很好的做好了。但是呢，很多同学的话呢，其实都想到这一步了，但是会发现的话呢，并没有按照我们要求来做。其实的话呢，还欠缺一个啊。我们点开更多设置，在我们的变形方向中间选择与垂直对象进行一个啊垂直于我们目标对象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整体变形的命令，就能够去将这个刀模非常好的由平面变形成我们的曲面形态，并且方向的话呢，都是沿着我们这个平面的正向方向了。最后的话呢，选择确定键，这个刀模的形态的话呢，我们尝试一下是否特别好的构建完成了呢？啊，那么稍微等一下啊，运算完成这些组数之后的话呢，整体的形态我们就非常顺利、非常完整的构建完成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制作刀模的一个这样的方法啊，特别的简单和容易，并没有那么玄乎啊。是不是 ？OK， 那么整体变形的形态的话呢，咱们就特别好的构建完成了啊。隐藏一下整体变形的形态。像上面原有的形态的话呢，我们进行一个隐藏。啊，你看这个形态的话呢，咱们就特别好的构建完成了。最后的话呢，咱们直接将这个刀模的形态的话呢，给它拉过来之后啊，可以实现什么呢？将我们的实体形态的话呢，进行一个构建啊，选择我们的这个回旋体的命令，啊，生成到我的一个轴矢链。圆心圆点的距离的话呢是360度的这样一个距离啊，就是说重新构建我们这个实体的形态啊。你看这个一半的刀模的模具的话呢，咱们就特别好的构建好了。这边的话有些遗漏啊，可能之前我们隐藏的时候的话呢，没把这些对象的话呢非常顺利的隐藏过来，我们全部都快速选择一下啊，包括这些形态啊。最后的话呢，我们找到这个形态之后，直接将左边的形态的话呢特别顺利的镜像到右边，其实咱们这个刀模的形态的话呢就全部的构建好了。最后的话呢，选择我们的一个实体，选择我们的镜像结合对象，框选所有的目标对象之后，注意啊 KN95 的话呢是不用去进行镜像的啊，
除了这几个对象的话呢，别的对象都是可以进行镜像的啊，选择咱们的目标对象。创建完成这个目标形态之后的话呢，直接选择中心平面进行一个中心的目标对象，选择确定之后，这样一个我们的整个刀模的形态模具的话呢，就全部的构建完成了。啊，镜像之后的话呢，这个形态就完成了。OK， 那么这个刀模的模具的话呢，咱们就特别好的构建完成了。所有同等类型的模具，啊，这个刀模的这个3D图的绘制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进行一个构建。你学会了吗？